家好，我是香港小美女，也是你们的小甜心哟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六叔的情况吧。现在香港没有本地个案，只有几例外来输入个案，所以各方面呢都是恢复正常的。香港的各个六叔门店呢都是营业的，除了周日还有节假日休息，其他时间都是营业的。然后店里人呢每天都很多。明天9月22日哦，晚上有个赛8场，一个月这样的赛事差不多有8天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